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民众站住观望，首领们嗤笑耶稣，说：别认，他救了。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缚者、被选者，救救他自己吧。兵士也戏弄耶稣，前来把醋递给他，说：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，救救你自己吧。在他头上还有一块用希腊文、拉丁文及希伯来文写的罪状牌，这是犹太人的君王。悬挂住的凶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：你不是墨西亚吗？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。另一个凶犯应声责斥他说：你既然受主同样的刑罚，连天主你都不怕吗？这刑罚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是罪有应得。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。随后说：耶稣，当你来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。耶稣给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